这双龙洞如此奇美。 徐安，你看，从上面下垂的石头，我把它称作石乳；从地面凸起的，叫石笋。我把它记下来。双龙洞。 石乳下垂，色瑞形幻，若穷柱宝状，横列洞中。先生，您写快点啊！此地不宜久留。为什么？山民说，这洞里有龙。有龙？嗯。<笑>我看啊，龙。 恐怕就没有，不过有可能有巨蟒。我最怕蛇了，我就知道你要扔它。你这灯笼一灭啊，这蛇可就出来了。你要小心脚底下哦。 巨蟒，你踩到我的脚！啊！对不起，先生。你看看，因为这洞口啊有两根下垂的石钟乳，形似巨龙，所以叫做双龙洞。行了，把行李拿着，咱们走。哦，对，不管有没有巨蟒，我们也不能再。 先生，等等我，先生！先生，先生，着了，快！哦，快来烤烤火，来！啊，暖和多了。先生，你的脚怎么样了？ 昨日脚伤发作，疼痛难忍。哎，今日不知怎么回事，走着走着，疼痛减轻了。哼，我就佩服您这双脚，我是走不过您的。徐安，这一路你受苦了。不苦。啊，先生，嗯，今日在悬崖之上，垂锁而下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 这也就您能够舍命去蹒跚看水，才能写出这么好的游记。你不提醒我，差点忘了。把笔墨拿来。哎，哎，哇石头崖，悬藤倒柯，坠空者树层。什么东西着了？什么东西着了？呀，先生，你脚疼啊！脚疼啊！脚疼啊！灭了！ 破了，呀，都露脚趾头了。啊，呀，摸摸摸。万里峡征，这可是后世公认的您游记中最精彩的篇章。是啊。 我这一路是收获颇丰，结交了许多新朋友，他们对我修撰山水游记寄予厚望。
纷纷将家藏的真本地理图志托付于我。其中张宗濂所著的《南城续记》，后世子孙已经珍藏了200余年，还有曹能始的《名胜志》3册，《云南志》4册，都极为珍贵。但是谁能想到，您和这些善本古籍竟然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。强盗抢劫了！强盗抢劫了！抢劫了！强盗抢劫了！强盗抢劫了！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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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徐安，前面怎么回事？前面有强盗！强盗！快走，快走，走！哪跑？抓住他们！这边！往哪跑？站住！那边！往哪儿跑？抓住他们！跑啊！跑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乖乖给我把钱交出来！我饶你们不死！钱给你们，不要伤人。你的呢？我是个仆人，身上没钱。是，他是仆人。废什么话！哎，钱都给你们了，不要伤人呢。这才几个钱，箱子里应该更多吧？背脊里没有钱财，只是书籍啊。是，各位好汉，对你们来说一文不值，对我来说价值千金。没钱还抢这么严，骗谁呢？送！不是，哎，你们，这还我书，还我书！哎，找死！先生，让开！让下！老大，并无银两。为了几本破书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兄弟们，撤！撤！兄弟们，快走！徐安，徐安，徐安，你醒醒，你起来，徐安，徐安，来人呐！有人没有？救命啊！有人没有？徐安，你醒醒！徐安，你醒醒！徐安，来人呐！有人没有？救命啊！来人呐！乱世行路难啊！湘江遇道，您和徐安劫后余生。但是那些珍贵的善本古籍，还有您的部分游记，都损毁了。丈夫当朝避海而暮苍梧，最后我终于和徐安登上了苍梧之山。苍梧之山，我徐宏祖，我徐安，我们终于到了，我们终于到了，到了，擦
苍梧之山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小的时候就在父亲面前立志，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，为此我整整行走了30年，今天我站在苍梧之山的山顶上，我想对父亲说，儿子做到了。儿子做到了。朝碧海而暮苍梧，这是一种纵横于天地之间，不计远近，不计朝暮，不计山海的理想与豪迈。是啊，这是父亲对我的期望，也是我毕生的志向。而后您又继续西行，完成了您最重要的一个心愿，溯源长江。先生，先生，此处便是金沙江。感谢慕宁公子带我们来到此地。先生，从这攀上就能俯瞰整个金沙江了。咱们上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你的脚风痛肿胀，坐着都疼，不能再爬。不要劝我了，我一定要上去。走。好，这也是我们西行的最后几步，我陪着你。看到了，母亲，儿子看到了，儿子看到了长江的正源，看到了。那我长大了，一定要去长江源头看看。是吗？好，那我们红组啊，今天去看看。回来以后就告诉娘亲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先生，行到此处，可以告慰老夫人。是。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，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。我还要继续，还要继续走下去。先生，先生，扶我起来，脚都这样了，不能再走了。先生，我能走，我能走。先生，我一定要走到长江的源头，喝一喝长江源头的水。先生，我家中尚有年迈的父母。
我想回家。你说什么？我想回家。你得跟我一起追溯长江源头，咱们得一起回去。好，先生，那我们先下山，往后怎么走我们再说好不好？好，咱们下山。行，小心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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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想继续走下去，去追溯江源，完成我对母亲的承诺。可是没想到，我的腿疾再次发作，云南成了我万里峡征的最后一站。大夫，怎么样？别着急，慢慢调养。不去，先生，您保重。屠司大人，徐霞克先生的风痛之症已经病入骨髓，恐难痊愈。您是我从云南府请来的名医，请您一定想想办法。大夫，先生他万里峡征，还要去找长江源头，恳请大夫一定保住先生双脚。走路是再无指望了，如果不好好休养，性命也堪忧啊。大夫，大夫，先生莫急，身体可以慢慢的将养，只是以后不能再行走于山水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双脚？我是一个行走了一生的人，不能在此卧于病榻。我就是爬，也要爬到长江的源头。许安，背上行囊，我们走。许安，先生，许安，许安他。许安他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许安他逃走了。逃走了？许安逃走了？我的脚，我的脚也离开我了。先生，先生，让二位笑话了。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
那么公主啊，去看看，回来以后就告诉娘亲好吧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丁生必定踏遍三山五岳，寻访江河源头，丈夫当朝碧海而不苍梧。同族有志气啊！母亲，我找不到长江的源头了，找不到了。父亲，洪祖啊，溯源长江，你做到了。洪祖啊，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，你也做到了。我们以你为傲。我们以你为傲。父亲，母亲，我走不到长江的尽头了，我就差一点走不到了。走不到就回家，回家。洪祖，请万里脚下有根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回家，回家。这一片锦绣山海，实在让我难以割舍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要走了，咱们快去送送他，快快快！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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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先生为我们修撰《箕山志》，感谢先生为我们云南写下《滇中花木记》，感谢先生带来您的游记，读了您的游记，我如同去了黄山，我看到莲花峰和天都峰的云海。更感谢先生为世人厘清了长江的正源。我们都喜欢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，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。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。谢谢，谢谢。谢先生，谢先生。先生，保重。
先生。先生，保重。夏可兄，撒逊，我回来了。惠民先生辛苦。哎，哎，夏可兄，那我就把这些手稿装起来了。有劳惠民兄了。